最近超级火的这个巴旦木巧克力，我买这个到货了，一袋是88克，打开一个尝尝味道怎么样啊？它是巴旦木和巧克力的结合，这是一包的量，它外头是一层巧克力，然后里头是整颗的巴旦木。巧克力入嘴即化，这个巴旦木非常的酥脆，这个难怪好多人都推啊，这个真的不错，特别的香。巧克力与坚果的搭配啊，这个搭配真的是完美，而且它不会非常的甜。里头这个巴旦木还都挺大的，好脆呀、里头这巴旦木品质还都挺好的。巧克力可能你单独吃会有一点点腻，但是它配上坚果你再一吃，微苦醇香，特别的香。哇，这坚果配巧克力真的绝，一点都不腻，越嚼越香。然后都是用易拉条的包装，咱们吃完可以再拉上啊，很方便。个头也都挺大的，下方链接带上一份回去尝一尝啊。